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和托马斯一起玩好玩又益智的 3D 动力拼图。为什么是动力拼图呢？因为拼图上面有发条，我们要组装的是一只大猩猩，组装好的猩猩可以走路哦。还有很多动物拼图，狮子、大熊猫、老虎、大猩猩、犀牛、长颈鹿。这边有拼装方法，打开玩一玩。开始拼装喽。
哇哦，大猩猩拼装好啦！到了最精彩的时刻咯，要给小朋友们展示咯。上发条，哇，它能行走哦。这就是我们的大猩猩动力拼图，动物拼图，能行动的大猩猩拼图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，拜拜。